这块归哪儿管？我问你啊。这块归哪儿管？知道吧？归道里分局管。户籍地是不是挂到我们派出所了？这块归哪个派出所管？我问问你这块。户籍地在哪儿？啊。你户籍地在哪儿？你户籍地在哪儿？是不是我们辖区的？对啊。你要不想让我们管你，你把户籍地迁这儿来，我们就不管了。我们辖区的，我们就有理由找你啊。因为你买票上北京啊，对不对？我看病去咋的？有毛病吗？你看病说看病的，对吧？啊，因为你在我们辖区是治安重点人。对呀、啊，我看病去啊。我得了解你情况，你去。到北京信访的事儿不能做啊。什么叫信访的事儿？上北京越级上访，啥事你就听着。越级上访是坚决不允许的，听明白了吗？什么叫越级上访？你给我说一说。我们的训诫说，越级上访。什么叫越级上访？越级上访，我告诉你。什么叫越级上访？我问你们。越级上访就是超越了咱们道里区。哈尔滨市人民政府、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直接到北京上访告状，叫越级上访，听明白了吗？现在告知你，你派出所是管啥的？你派出所？派出所的职权我可以。你派出所是管啥的？听我说啊，我问你派出所是个、是管啥的？你现在不用质疑这东西，我现在配合工作，能听明白我意思吗？管啥的自有政府论证，对不对？首先到了我家，你得说你们是干啥的？我们第一是来工作。你等会儿，首先到我家，你得说你是哪儿的。把你工作证给我拿来，你看一，我得看一看。告诉你了，我们主警部来的边啊，我们主警部来的，这个是我们的工作证，有我们工作证号啊，015844，派出所民警。姓啥？姓啥？我免贵姓李。叫李啥？李洪阳，我叫。你呢？贵姓，同志？姓栾，栾明。咋的？这眼神瞅啥意思啊？我就这眼神，我眼睛不好使啊，咋的？眼睛不好使可以啊，行，没事，没事，我就问问，啥眼神瞅你啊？应该是，看看你有啥毛病？不是，应该是什么眼神瞅你呢？应该是，我就是例行公事啊，把细节说了，把证签了，没事。告知你啊，禁止到北京上访告状，听明白了吗？什么叫禁止上北京上访告状啊？听明白了吗？我问你们，你们派出所是管啥的？越级访是监，你们派出所是管啥的？我们是管治安的。告知你啊。什么叫治安呢？北京扰乱当地的公共秩序。什么的对？什么叫扰乱公共秩序？可以学习，多学习。我们进行依法处罚，明白了吗？来。